11月27日，演员潘粤明通过微博晒出了两张旧照，并称：“给你们看，24年前吃货本尊。”照片中，潘粤明独自一人坐在老式圆桌前，面对着四瓶啤酒和热菜凉菜若干，身穿背心，留着中分发型的尚且年轻的潘粤明，一副中二少年的标准模样，手中还攥着一大把筷子，令人哭笑不得。网友们纷纷表示：“咋那么多筷子呀？是不是太好吃了？”24年前的您就很迷人了，而他的好友们也跑来留言互动，超有爱。